我而家出发紧今日嘅活动，跟住其实我迟咗好多啦，原本系要十点咧就第一站咧就系、是、去 Beverly Hills 嘅 Chanel， 点知就琴晚就即系攰得滞啦，因为我好晏先瞓啦，琴晚同埋我系琴先有救护车，哎呀后边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我唔喐先，系我唔喐依家咁样嘅。是因为通常我们呢很好的例子，因为呢有救护车啊、逼步车啊，我们就会停在那里，就算我们看到是绿灯的话呢我们都停在那里，最理想的呢就是泊在右边，但我刚才右边有车，所以呢我就泊去不到右边，所以我就停在那里。昨晚我就好夜先瞓啦，我系成三点先瞓咯，跟住同埋我琴日下昼即系啱啱先到 LA 啦，落机啦，所以都有啲攰咯。夜晚黑就上堂，之后就夜晚开咗 live 嗰啲啦，校咗闹钟嘅，但系后屘咧就唔想起身啦，我校咗八点闹钟咯，跟住 snooze 咗好多次咯 ，snooze 到去九点几，跟住太攰啦，跟住就熄咗佢啦，索性跟住就再睇一睇时间，同埋一样嘢系Drop Right E 嘅活动其实就。我之前去过的上年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即不是一定要去整个活动那些的，因为它是大约是十点至到七点左右。我首先应该前面呢就落闸放狗，应该是有那些地铁那些叫什么呢，是咯，行驶着，所以就要落闸。其实我很少见这些的，是咯，因为我可能成日都撞不啱，今次就撞啱，所以应该应该你看看先。讲不到嘢，升翻上嚟啦，跟住就慢慢行得，但系而家绿灯就可以行啦。啱啱到咗 Chanel 啦，跟住唔肯定入边可唔可以带相机去影咯，我尽量试下啦。依家到咗 Chanel 度，跟住睇紧边一个颜色好咯。其实我想要黑白 classic 嘅，但系佢就唔好咯。咁呢个蓝，呢个我本身自己带嚟嘅呢个袋，个咖啡饮，跟住呢个都唔错，几靓。系因为我中意呢个中 size 咯，所以会买呢个嘅。呢个系新色嚟嘅，然后就研究紧呢、这个。呢、这个劲靓，系 caviar 嘅，跟住系同我之前买嗰个有啲唔同咯。同埋呢一个系会买埋呢一个呢、这个啦，呢、这个啦，银色。同埋我都唔記得咗添，好似仲有一個。啱啱出完屏啦，而家就去 Melbourne。其實而家五點咯，遲大到咯，不過應該 OK 嘅。如果唔係我聽日再嚟啦，因為佢呢個活動其實係一連兩日，我就買咗一啲包包。跟住到時可能會拍條片再講啦。哇，好靚喎！呢間呢度係同上次嗰間唔同喎，我以為同一間屋添會係。跟住而家住紧平底拖鞋，所以就行得好舒服。哇，好凉喎！呢度真系好冻下，我都。我记得佢有一个 section 系话咩催眠，即系嗰啲咧，应该就系呢一度啦。哇，好靓咯呢度，那棵树，哇，好影相嘅景点。可能听日系又再翻嚟啦。呢个系真系人住嗰啲屋嚟噶，但系咧好多时候佢哋放租出嚟，可能即系一两日啊嗰啲咁样咯。Drop Right E 呢一度，跟住就应该系食嘢喺下边塔先，定系呢度咧？闻到啲嘢食未啦？已经哦，唔系呢度，系应该呢度。好冻啊！着翻件褛嚟要。哦，就系呢度啦 ，Welcome。有人唱歌是吗？Sophia 会在这里，好像不多落去了，先有人唱歌这里，等一下先。哦，呢一度可以落去咧，系海滩嗰啲嚟嘅。但系而家超级冻，所以听日先落去啦。系咁样嘅，一条路咁样行落去嘅。但系因为石滩嚟嘅系嘛，都见唔到沙嘅，即系咁样。而
家咧就攞嘢食，跟住呢度有嘢飲，我一陣先攞嘢飲啦，而家攞嘢食先。跟住佢有啲新鮮嘅沙律，睇有啲咩食，好健康嘅 Dermy E 其實，因為佢哋係冇酒供應嘅咯，所以係超級健康。跟住攞個碟，睇先，太健康啦，可能試少少沙律啦。其實我畢咗好多，跟住而家呢個係 burger， 但係嗰個面唔知去咗邊，開甜面。其實我唔係好食過嗰啲包皮，所以我應該，但係唔係好開胃喎呢個，所以我食呢個先。我攞咗呢個，跟住原來都唔係太多嘢食。喺呢有啲 nuts 啊嗰啲咁樣 ，Marmy 佢哋係特別請佢哋翻嚟嘅，跟住佢哋係真係有條尾嘅咯。哇！睇下，哇，好凍啊，凍死我啦 ！Hi， my new friend Christine。Hi。又準備入翻去啦，我哋食飽飽啦已經，同埋而家都差唔多，哇好靚咯！依家我睇下呢度，上邊係房嗰啲嚟嘅，仲有兩層咁樣咯，即係三層屋嘅呢一度，啱啱都冇影到添。聽日我再會翻嚟嘅，依家我同 Sophia 去到 Nobu 啦，因為咧頭先咧嗰啲嘢太健康啦，我食得完全唔飽咯，得嗰兩條粟米係最好食嘅，跟住沙律啊係完全冇興趣，跟住而家就去食飯啦，我最愛嘅飯。其實佢就話冇台啦，但係話如果我嚟咗之後咧，就可能可以 walk in 咯。好彩啊 ，Sophia 好眼咯，跟住佢見到呢一個 bar 台啦 ，Sophia 喺呢度，阿妮，阿尼亞哈西歐。跟住原本咧，如果等台嘅話要等一個鐘喎，因為頭先咧俾佢呃咗啦，佢話我入到嚟咧就得噶啦，點知原來啲台係有人嘅咯。呢一個係個wine 嘅 menu， 呢一個係食物嘅，即係平時喺美國咧 bar 係先到先得嘅，跟住就有 regular 嘅 menu 去 order， 即係嗰啲嘢食嘅。跟住呢間係 Nobu， 啱啱都影咗佢個樣噶啦，係 Melbourne 嗰間咯。而家美送到咗啦，係呢一個芝豆同埋我杯綠茶喺呢一度，我個 miso soup 到咗。呢一個係八爪魚，跟住係一個醋嚟嘅。第二味菜到咗啦，呢一個好好食嘅。呢一個係 yellow tail 嚟嘅。我哋個甜品到咗啦，啲 Sophia 開蓋，因為佢而家都係影緊咯。我哋食嘢先啊！啱啱食飽飽啦，跟住出面好靚啊！呢度係一張台咁樣嚟嘅，跟住下面係有沙啊嗰啲咁樣咯，好大陣海水味，行燈，跟住光喺呢度，一邊咧係咁樣嘅。頭先我哋又坐喺呢度啦，跟住台咁樣。我啱啱翻到屋企啦，跟住咧 Dermy E 都好好人啦，送咗呢一袋嘢啦，跟住就而家俾你睇下先，同埋我听日会翻去嘅，准备就绪，踎低咗喺呢一度。有一本雜誌啦，呢一個牌子係佢哋即係運動牌子嚟嘅，呢個另外牌子，但係佢哋好似有合作嗰啲咯。然後就有呢一個嘅頭箍，寫住 Dermy E 嘅。之後就係呢一個油，係 face oil 嚟嘅。應該是玫瑰油之類的那些啦，我記得之前都好像有送過這個的，他們真的 PR 做得很好，活動又設計得很好，還有送一些禮物，還有有時候他們都會寄東西給我的。這個新的，這個我就這個是頭髮的 serum 來的，好想試這個，對我對頭髮的產品都很有興趣的。還有就應該是這麼多了，還有個橡筋在這裡，Dermy E 橡筋，我真的要弄一些指甲咯，好耐咯已經。咁好啦，我而家咧就會好快咁樣剪一剪一條片啦，就今晚會 post 嘅。之後咧，聽日咧唔係朝早，應該可能下晝嗰陣時咧就會翻去 Dermy E 嘅，大約可能一兩點到就會再翻去啦。跟住係啦，聽日再影啦。啱啱到咗 Dermy E 嘅活動，又係 Malibu 同一間屋咯。跟住其實我而家偷住好多嘢嘅，頭先就買咗杯 Thai Ice Tea 啦，因為即係趕嚟啦，我又遲到啦，因為而家係四點幾左右啦，同埋希望係咯你哋睇到啦，因為我而家其實手揸住咧好多嘢嘅，所以就有啲重啦。同埋我著緊高踭鞋，呢個係 wedges 嚟嘅，所以好少少咯。因為咧，琴日睇翻啲相咧，
只脚，因为着平底鞋咧，只脚好短，所以咧就要着翻高踭鞋，就会影相好睇啲啦。跟住就系啦，都系一样啦，系咁样嘅。跟住我今次就会咧上去嗰啲楼上啦，因为系呢一个系一。呢間屋係一個有三層嘅，跟住琴日我淨係影到下面地下啦，跟住我會影埋上面嘅，因為佢哋都有啲活動啊嗰啲咁樣嘅，佢係我記得好似係有嗰啲即係唔同嘅活動，佢哋會分唔同嘅房喺裏面咯。同埋我今次行呢條路好似唔見咗棵樹嘅，令我 miss 咗啊！跟住就係咁樣，好，我去入咗去再影啦，好攰啊！依家笨緊啲，我冇洗頭係因為預咗要笨啲嘅，同埋我今晚先洗，因為一陣會去影下相啊，先污糟，所以今晚先洗。啱啱瞓完邊啊，跟住就瞓咗兩條啦。起初我以為佢會搭埋呢度上去，不過都 OK 嘅咁樣。如果我一陣再想搭上去嘅話，都可以出翻去叫佢幫我整翻啦。跟住都係哇好痕咯！我發現咧，即係最近啲蚊好中意咬我，可能我食得太多麥當當同埋唔健康嘅嘢咯。跟住琴日都係咯喺呢一度，都係一樣啦。我冇咗條美人魚咯，跟住都唔係話太多人咯。呢邊係有個。洗手间啦、睡房啦，头先瞓边嗰度就喺呢一度咯。呢一间屋系超级大啦，呢个哇个电视劲大，系真系人哋间屋，即系 mansion 嗰啲嚟噶。一度就系一啲嘅 Dermot E 嘅产品，佢哋新出咗好多嘢啊，都呢个系 for B B 噶喎，原来。同埋佢又出咗呢个头发产品啦，琴日我都影咗嘅，我都好想试下呢个咯，因为我好注重我嘅头发护肤啊嗰啲嘢嘅。真的新出了很多東西，這個是 dry shampoo， 我真的有 dry shampoo， 哇好想試這個，還有 shampoo 這個，這裡有東西喝，有一些菜啊。 Hi Barbara， 是我的 PR。 好了，現在呢我就再拍一拍外面啦，今天就現在是陽光普照的，接著這裡是可以就是barbecue 啊那些這樣啦，跟住呢一度系又系一个泳池啦，因为今日阳光好啲，所以我琴晚可能有啲嘢。呢一个应该系热水池嚟嘅，跟住呢一个就系、普通嗰啲泳池啦，跟住喺得上面就系咁样嘅。我就会上去个天台俾你睇下呢间屋系点，我自己都想睇下啦，因为都系一样啦咁样。哇，好多影比基尼照，我一阵都要咁样，要尽快一阵，而开始有少少凉啦，因为系啦喺美国嘅天气系咁样嘅，即系一入夜咧冇阳光咧就会好冻，我要行呢啲梯级上去。最近呢对 Stuart 嘅高踭鞋，睇下先。哇，好靓啊，都睇到成个海。Hello， 呢度有个床。哦，呢度就系头先行入嚟嗰度啦。跟住，哦，呢度系做瑜伽嘅，原来呢边就系咁样嘅。可能我行。嗰邊行一行出去，我就唔行入去呢度啦，可以踩到佢嗰啲尖，我就去呢一邊。我行幾步已經好攰，哇！係咯，呢度可以睇到曬頭先個泳池啊、比基尼照啊，同埋個海灘，其實係沙，唔係沙嚟啦，石灘。嗰度系咯，好有人玩紧嗰个嘢。好，我而家落翻去先。咁而家咧，我要影一影比基尼照啦。但系我要识咗朋友先，因为咧Sophia 走咗咯，同埋我知道我有另一个朋友会嚟嘅。我系而家行紧楼梯，所以我望真啲先。佢走咗啦，已经系咯，因为我识两个朋友，佢两个都走咗，所以我而家。看看有哪个朋友都想拍照，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帮大家去拍照，这样吧。我们就是了，我一会再拍，好累。
啱咧，我就咧再，因為頭先影咗幾幅相啦，跟住後屘咧出邊好大風咯，所以就翻翻去咧，叫佢幫我扎翻起，即係扎翻起咯。所以一陣出去影相嗰啲時候咧，就唔會話即係吹到成頭亂曬啊嗰啲咯。但係佢哋咁啱收曬啲嘢咯，所以就最多可以做到咁樣咯。但係都 OK， 同埋屋後邊見到我，後邊就係咁樣嘅，喺邊度咧？系啦，我而家就应该换一换比基尼嗰啲先，就系准备影相啦。我见到我琴日识嗰个朋友喺度咯，所以我哋可以一齐影相。依家我行咗呢一啲楼梯咧，即系头先我喺下边呢一层啦，跟住再上咗嚟咯。原来呢一边就系做massage 同埋 facials 嘅，就系呢一度。因为我要搵洗手间咯，系真系一间睡房嚟噶咯，即系我哋分开咗每间房做唔同嘅活动咯，好似上年一样。我 set up 咗呢一個，哦、oh, ，thank you， 我覺得好得意呢個 pineapple 嘅頭，peach 頭嚟嘅，跟住哎呀，我用 Derma E 嗰啲產品去整住咯，因為好大風，等我可能要整埋呢度先好，等我攞多啲產品先，好大風啊今日都。一啲小食啦 ，popcorn， 跟住就嚟 serve 晚餐咯。佢哋而家整紧啦，已经仲有15分钟到。我连呢度系个 menu 咯，佢有讲话 breakfast 啦 ，snacks 同埋 lunch 系咁啊，又系健唔健康，知饱唔饱，照攞咗先啦。今次有呢个嘅 vegan 嘅 pizza， 太健康啦。我平時唔食呢啲嘅，但係都夾咗先啦，同埋有呢一個，係真完全唔食嘅呢啲會。可以食，攞啲 pizza 先，係切好咗一嚿嚿嘅。夜晚呢一度好靚啊，但係好凍咯，因為啲風好大，同埋因為呢度係海邊啦，所以啲風會比較大啲嘅。不過係啦，哦好靚喎，閃靈靈係個地氈。因為昨天我們都沒有那麼夜的，然後樓梯吸有點光，差不多走了，很多人都走了，然後準備去走上條斜路到拿車回到家了，然後我頭都亂了，還有真的有點累，剛才揸了整個幾鐘都有少少塞車了，現在 LA 那些 traffic 是去到9:10，可能10:00左右先冇咁塞車咯，好誇張咯。咁我發現咧，原來咧 Derma E 出咗 dry shampoo 咯，完全冇估到佢會出頭髮嗰啲嘢咯。因為琴日我收咗支 serum 已經好 surprise 啦，咁我就話我想試下嗰個 dry shampoo， 因為我對 dry shampoo 都有啲興趣，同埋 Derma E 呢個牌子係比較天然啲嘅，所以應該就唔會即係導失我嗰啲頭髮嗰啲毛孔咯，所以我想試。跟住後屘就好好人啦，就俾咗一袋我咁樣咯。跟住起初我話我淨係要呢支 dry shampoo 得㗎啦，因為我已經有曬其他嘢啦，都好好人就俾曬成袋我啦。咁我而家都好快咁樣去講一講有啲乜嘢啦。應該係同琴日嗰啲嘢係一樣嘅，但係支dry shampoo 就唔同咯。佢話原來個袋係有分 dry shampoo， 一係就係頭髮嗰支 hair serum 咁樣咯。首先就係有呢一個 dry shampoo 啦，跟住都好即係淺藍色都好靚咯，呢個顏色同埋嗰啲奶樽嗰啲咁樣咯，因為喺個尖頭咁樣啦。然後啦，就又係一樣啦，有呢一本嘅小冊子啦，係呢個牌子嘅，同琴日嗰個係一樣啦，同埋呢一張卡喺呢一度。之後咧，就係呢一個嘅 scar gel 係啦，琴日都有嘅，我琴日嗰袋就喺呢一度啦。呢一個係 25% off 嘅一個呢一個牌子係賣運動衫嘅。然後是这个油，是咯，搽面的，应该搽头发都 OK 的。跟住都是一样啦，有一个橡筋，同埋
头箍。咁好啦，希望你鍾意呢一条片啦，我而家呢就准备又去做呢个 Instagram 嘅 live。跟住如果你哋未 follow 我 Instagram 嘅话呢，就快啲 follow 啦，我就每逢香港时间2、3呢我就会开 live 嘅呢一个学期。每一个学期都唔同嘅，因为视乎我系几时返学咁样啦。咁好啦，希望你鍾意呢条片啦，如果鍾意嘅话呢就记住 like 你嘅 video,subscribe 我嘅 channel,follow 我嘅 Instagram,Snapchat 同埋 Facebook。咁好啦，拜拜。